在所有的过程里面就是体力以及耐力的考验，马力欧吧。喂，你这样子出包了，出包了喂！等了100多集，终于等到你出包了这一天。各位主持群，笑他！我告诉你，你也弄倒了就不用喝吗？你是要吃旁边这块水母，还是要吃？你吃完你的，吃完你的，非常口渴的喝下了一大碗的柠檬爱玉。哎呀，好大口哦！哎呦，它胃很好呢。哦，里面在洗啊！你不要再打翻了。是的，到底酸还是不酸呢？紧接着来到我们二号王童进入情境剧。王童正值青春期，喜欢对着镜子拍照，六连拍。Yeah, 第一连拍，第二连拍，第三连拍，四连拍。他发现他的鼻头上长了一颗好大的痘痘，好大一颗啊！于是他决定要喝柠檬爱玉来退火气。哇，他好豪气哦！喝了身体减气，边喝边六连拍。Yeah, yeah, 第一拍 ，Come on， 第二拍。第三拍，第四拍，第五拍，原来喝爱玉不但可以退火气，如果边喝爱玉边六连拍，还可以将鼻头上的痘痘消除。不信你看，哦耶！马上进入三号，我们的爱晨进入情境剧 ，Yes， 是一个非常胆小、害羞，而且身高不高的男人。他心里不用蹲，这不高了，不用蹲。你讲的不是情景剧，你讲的是现实剧。现实耶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身高不高，我要刚才所说的不代表本台立场，如有雷同，那就是真的。快一点！爱晨决定今天要向王童告白，决定他要用歌声来感动他。爱晨在哪里啊？喂，往下开一点。对不起。赶走你的寂寞，分享所有爱和梦。如果幸福的房子念旧是朽，你需要我的 OK 绷，彤彤，请闭上眼睛。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看你的戏，你在我心目中是永远的女神。喂。你们都喜欢帅哥哈，因为现在你又变水肿了。谐星也是能够带给你很多的欢乐的呢，可是不能带有色的感觉啊，不能带有色的。我为你准备了这一碗非常补身体的爱玉，我刚喝一碗了，谢谢。好，被拒绝的爱晨只好把自己准备的爱玉默默的喝下去。的前进去表演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僵持队到底是谁？吃到超酸的柠檬爱玉呢？讨论倒数3秒，开始计时，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作答。爱晨，爱晨，因为哦，给鬼给拐的王童，顶拐了，是谁？顽童是谁？顽童，很顽皮的儿童啊。喂，到底是不是爱晨吃到超酸的柠檬爱玉呢？答案即将揭晓。选我，选我，这位。走夜路的朋友，夜路走多终遇鬼，爱晨，聪明啊，豪杰哥，其实闻起来很柠檬哎，很柠檬对不对？对，非常柠檬。我告诉你，他闻起来很柠檬，看起来很爱玉啊。喂，真的不是，他就是柠檬爱玉啊。哎呦哎呦，养颜美容怎么样？哎，还破音，不算哟。可是我的有来来回回在我嘴巴里，这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说谢谢，真没礼貌，谢谢。阿姨，阿姨，哎，那个阿姨，嘴巴翻转过的呢。哎呦，吃的是好吃的爱玉，心里想的是美丽的美人。柠檬汁怎么样？酸不酸？不酸。喂喂喂喂喂。
哎，我赢安呢，你赢啊，你可以啊，不然呢？我今晚来来来，大叔，我这个帅气，我闻一下，我闻一下，他超发酸的。结果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爱城三号，所以恭喜我们的上次得到一个胜利牌。大家不要走开，马上进入第二题。第二题的题目马上就来了，各位听清楚了，谁没有在包粽子？哦耶！哎呦，从抓叶子就难。哎呦，你好会哦！好像是这样的，不是？不是啦！啊什么？哦，那个妈妈说不是这样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，包粽子的习俗不一样，可以包得起来就好了。谢谢，制作单位有帮我准备一个已经订书机订好。哦哦哦，我好喜欢吃粽子，好想吃，对啊，好想好吃哦。我刚才那边欧北包哦，你都弄出来了啦。好，是的，到底谁没有在包粽子的？我们马上进入情境剧。一号，我们的爱城每天都早出晚归，辛勤的叫卖肉粽。竹笔竹炭白面啦，白不本来金条汤，好啊他煮鬼肉。包不起来呢。小巴掌啊，小巴掌，包小巴掌。哎呦，还不错哦。气质有点高哦。气质有点高。马上进入二号，姚元浩，请进，请进组。是的，元浩，端午节到了，龙舟队的鼓手姚元浩正带领的队员努力的练习。你是在切西瓜吧你？我没有划龙舟啊！快划！我就在你后面吗？好不不是不是，我是好像搞错了。你们是上海黄包车，你在前面还赶马的。对啊，请你把那个划龙舟的感觉搞错，给他营造出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做条龙哦。做什么？做条龙头啊！你卡妹啦！哎，叫啊叫啊！是的，在练习的空档，刘文浩决定要包肉粽来吃。竹笔竹炭排面啦。好，谢谢，还不错。哎，我唱的好好的，观众都想听呢。你那个只是衬底的音乐而已啦。只是是的，可以叫王彤也来一段呢。三号王彤，请进入情境剧。喜欢小孩的王彤，结婚多年，肚子一直没有动静。谢谢。有一天，他听人家说包肉粽可以包他粽，他决定来试试看。包肉粽，包粽，跟我老公可以开开心心的。本来今天他，这时他的老公唱着歌从外面回来。两人开始互动。东东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包粽。包粽子。哇，美女呀！苏雅达，莫凡。包完了粽子，决定跟老公来一点互动。麻烦你帮我主持一下。喂，喂，难道是我老公是我？你干嘛啦？哎，那个不要拍，不要拍。哎，对不起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元浩队带来的情境剧。到底谁没有在包肉粽呢？箱子队讨论三秒，倒数开始，三、二、一。
时间到，我觉得是王彤三号没得肉粽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手部其实有点装嘛。我让你跌破眼镜，一号爱手，到底有没有在包粽子呢？元浩跟王彤，你们觉得是王彤没有在包？对，元浩你们都不怀疑他，元浩到底有没有在包？元浩都给归给拐的，我刚刚那么认真的打鼓，王彤到底有没有在包肉粽呢？我们非常恭喜他，他们又猜中了，恭喜他们得到一个胜利。没错，正确的解答就是王彤没有在包肉粽，我们马上攻守交换进入下一回合。这一题的题目是谁吃到，干嘛犹豫啊？谁知道有放冰淇淋的章鱼烧？章鱼烧，章鱼，谁知道超呛的芥末章鱼烧？只吃芥末就好了，好可怕啊！你最好是沾的大，辣椒酱啊！哎，有诚意一点好不好？喂，老公啊，刚刚不是老公下班回来了吗？哎，这样吃了方便了啦。最爱吃的抹茶冰淇淋啊！哎呦！面对可爱人妻的柔情喂食，阿鹏班长究竟要如何接招，和抹茶冰淇淋说不呢？他不是老公下班回来了吗？哎，这样吃了，最爱吃的抹茶冰淇淋啊！哎呦，你现在跟你的衣服好配哦！你跟他拼了！拼了！好可怜哦！哇，好 man 哦！太 man 了！哎呦！我的天哪，各位看到没有，是谁知道了超呛的章鱼烧呢？我们马上进入情境剧，导演是日本有名的相扑选手，硬要来台进行表演赛，把裤子脱了，相扑手只穿内裤而已，有点紧哦，他衣服会破掉哦，不要撒盐啊！是的。驱魔啊，你以为？你这个盐如果撒不好，人家会以为要烤你耶。喂喂喂！严格，哎，那是必学的吧？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宠物。表演赛过后，他决定要去逛夜市，竟然在夜市看到他最喜欢吃的章鱼烧，哎呦，于是买来大快朵颐一番。又爆浆了，爆浆了！一定是道远，要不然他一定会把它吃光。道远他那么喜欢吃，只要吃一个而已，不可能。我是呢。紧接着二号刘湘慈进入情境剧，湘慈担任日本观光大使，他是一个名模。这是日本艺妓吧？他是名模，这是艺妓呢。这时，应记者的要求，请他跳一段日本舞。你那个嘴巴是怎么样的？有一记一记有这样，一记啊，这样真的。对对对，如何做出嘟嘴喜怒哀乐吗？嘟嘴喜，喜；嘟嘴怒，嘟嘴哀，好像便秘。嘟嘴乐，还不错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嘟嘴乐超好笑的啦。有效果哎。记者会完了以后，这位名模大使，现场的会场准备好吃的章鱼烧给他吃。哎呀，好讨厌！当时怎么那么像爱晨呢？下次你嘟嘴吃好不好？你嘟嘴吃，我怎么刚刚看到自己的感觉啊？像剧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到底是不是刘湘慈呢？三号豪杰哥，请进入情境剧。勤奋的夜市工作的小贩，
这一天他为了要招揽生意，他决定要用杂耍来吸引客人。看到老板如此卖力的表演，这时客人络绎不绝的来。哎，有两下子呢。哎是啊，是章鱼烧啊。喂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表演者吃一颗来看看，吃一颗吃一颗，四颗四颗，五颗五颗五颗，六颗，感觉看到吸不了。章鱼烧也可以这样子。哎呀，大叔犯累了耶。哎呦，因为老板卖力的演出，客人络绎不绝，今天的生意特别的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三十岁今天带来的表演，到底是谁吃到了超呛的芥末章鱼烧呢？一号队讨论倒数3秒，请开始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我猜是香瓷。刘香瓷，到底是不是刘香瓷吃到超呛的章鱼烧呢？答案即将揭晓，这是刑案的现场吧？哎，那不能吃吧？每个都他抓过的，哎，这样抛谁能吃啊？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吃，就是爱成。哎，为什么？爱成我吃啊？啊？我帮你吃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真的吗？开玩笑，但这种东西，但这种粗活当然是我来啊。你是？这里也像刑案现场啊，都是盐巴。对啊，对，我是很咸，应该是腿裤的啦。哦，你吃过了，那我来啦，你来好了。咀嚼它，享受它，感受它。You will enjoy it。那是冰淇淋，把它忍住。他哭掉吗？他还要再吃一个。我说哭掉吗？这一题呢，是谁吃到超呛辣的芥末章鱼烧呢？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林道元。哎呦，元号队猜错了，所以就是我们的箱子队得到一个胜利牌，恭喜！厉害厉害！今天我终于要称赞你了，厉害了！今天是不是要好好的慰劳他们一下？一定要！获胜的队伍有福了，好不好？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对我们的这一次的演技大考验，就是我们的香瓷队获胜。马上来试一下我们好吃的奖励喽！哦耶！好用！胜利者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很兴奋了，因为我们的奖励是这个水晶粽，太棒了。一时哽咽说不出话，是因为我看到绿色的，该不会又是我上的？不会吧？怎么可能？还有我饮食呢？奖励耶！有4种口味，你要吃什么颜色啊？吃的要绿豆薏仁，绿豆像美白啊？对对对，太黑了，美白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吞下去了，还没吞下去啦！跟上速度好不好？跟上速度。中间是第三招，你又学哪一招了啦？你有新招吗？他这次没有跌倒哎，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，它好清凉哦，嗯，而且呢，它的外面这个皮呢，吃起来很 Q 弹。我要吃那个洛神口味的洛神花。1、2、3、4 ，Yeah Yeah， 哦吼吼。有练吗？练哪里？看皮带出来！哎呦，我带什么东西？哎哎，哎，这是采茶姑娘啊！什么东西呀？它闻起来就有那个粽香味，但是冰冰的、凉凉的，然后甜甜的。豪杰哥，豪杰哥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这看起来好嫩，榴莲。哦，这么大口，为什么有咸 ？Music！ 哎呦！好老派，好老派哦！你要忙什么啊？哇！那个憨吉哦，甜而不腻，哎呦，吃起来很像，有点像那种绿豆碰的感觉。哦，来，导演，只剩最后一个口味了，豆抹茶哦，你压绿豆，绿豆，压力好大。豆抹茶，我看绿色的就加加绿豆，一口吃下去，加油，导演，我是支持你的。哎呦，冰粉的歌。
上女的感觉。只能恶作剧了一下。刚才道远吃的其实是杨元浩加料瓦萨比的粽子，只能恭喜我们的香瓷的哦。记得周四晚上7点以后锁定我好看的新兵进行曲。